千二萬買間海景嘅大三房，有咩選擇？可以睇一睇日出康城嘅 City Sky， 呢間就802尺，入嚟就有一個玄關，轉入去咧工人房，再行前啲就係長形嘅廳。呢間幾錢啊？呢間好似係1180，冇記錯。外連一個方形嘅露台，望出去就海景。隔離有間睡房啦，都係海景房嚟。而呢边就是主人房，张床摆得好古怪，然后转入去就做咗一个衣柜，有个主人浴室，混石面都几企理嘅，唯一缺点就冇窗。厨房就 U 型，好大，呢只厨房我中意啊，明火同埋电磁炉都 OK， 仲有个角窗，伸缩嘅水龙头都方便洗镬。然后呢边有一个客厕，都系用浸浴嘅。而最后一间房就窄少少，透过条罅咁样望出个海景，整体嘅质素 OK 嘅，只卖价就卖紧1100万，似咁嘅单位有冇买贵到？欢迎留言话我知。我哋预佢100万到啦，租啊6000蚊。好贵。